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新竹的泰雅族，我是 Pisui。我是屏东的排湾族Sauniaw。谢谢。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真的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是透过不同的过程，就是我们的部落的成长经验，还有我们后来来到都市，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所谓的传统，但是呢，它面对现代的考验，种种的考验，
包括说我们的母语已经很多孩子们都不会了，还有在部落里面很多的老人家都总是期盼着孩子们可以回去看他们。换句话说，在部落里面其实是很多真实的所谓的我们在传统跟现代之间很多情感的挣扎。今天我跟桑尼亚来到这边，我们最大的共通点就是我们都接受了，我们很有福气，对，就是我们都接受了古调，甚至是祭仪祭典的时候用的一些非常古老的歌。那大家知道，原住民族是一个口传的民族，所以所有个人的生命或者是部落的生命所发生的不同阶段里面的重大的事情，我们都透过声音、透过唱、透过鼻笛的吹奏去表达出我们心底最深最深的言语到不了的地方的一种最直接的表达。Sauniaw 是一位很棒的 BD 的老师，那他也是很认真的突破了在性别上面以前是由男性才能去传承的 BD 的吹奏。那Sauniaw 老师他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今天这一首是一个关于，因为我们的把题目放在女生，就是女性的一个心情的表达，对，所以它是这首曲子是关于少女呢，她开始慢慢成长了，然后开始呢会开始想念很多的人，那用笛子的声音呢慢慢去表达出这样的情感。我们一直看那个时间，没有，就是对乐器很多，本来可以长一点来，那个时间一直赶我，没有办法完全把感情投入，就是我们会有下一集的意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呢有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些部落的照片，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刚讲，其实我们活在2017的台北，我们在台北这个都市作为一个原住民族或者原住民族的女性，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去告诉别人我是原住民族。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一些阿嬷的照片呢，还有部落，它是属于南投县仁爱乡瑞岩部落，也就是我们泰雅族塞考利克语言群呢最古老最古老在神话传说当中的发源地。然后我在2011年进入到那个部落去学习，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泰雅族人，其实我对泰雅的想象还有我对泰雅女性的想象其实以前都是想象，对，就是那我非常幸运，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就是大家看到的这几位很可爱的，他们当时都已经88岁，对，就是四位在瑞岩部落的阿嬷，那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尤其是有一位雅基萨运，就是他，我整个在那边2年的过程，他教了我很多东西，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个剧场的作品，
就是在感谢和回顾整个我在部落的时候，部落的人教给我的东西。Super!
Yeah.